新开麦啦。经调查统计，台湾有高达70%女性腰臀比过高，面临苹果腰危机。工作10年的上班族腰围平均多出6寸，不但可能变成小富婆，罹患慢性病的风险也大幅提升。正确腰臀比的算法是以腰围除以臀围，正常值应介于0.7到0.8之间，小于0.7为黄金比例，大于0.8就要当心喽。明星状况剧，保证让你笑到翻。你怎么碰到就跟我讲这个呢？你现在年纪都很多，我想我那个当你了，好像在这边呢，好像在这里呢。但是你做这个，你要帮我保管。喂。到底行不行？你来我们诈骗集团应征，还说你演过客家台的戏啊？好不好？你这次没有成功，就没有下次了，好不好？你明天应该也看不到太阳。欢迎明星开麦啦！节目主持人梁鹤群，都有美臀是女人的天职，会不会男生也有一个美臀呢？今天有四位模特来，大家猜一猜看，其中有一个是男生的臀部，大家一起来猜猜看喽。马上来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，他们应该是走错摄影棚，因为他们拥有的是美胸。欢迎马 Q 王影片。因为这个圈内大家知道的两位是应该是拥有的是美胸嘛，对不对？那美臀的部分呢，我们呢是第一次听过，是不是？今天可以来展现一下美臀的部分。美臀哦，我的吗？你的，你的啦。对对对。可是我今天看得出来，可因为其实我里面我有穿裤子。里面怎么样？你知道哦，美臀呢？哇，这个直接导播直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好翘哦，好乖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马蒂尔，好，我马蒂尔上，这看起来是还是我们影评来这样扶着，然后让它的曲线可以毕露出来。哎，不要翻哦，真的，这肉蛮多的。哎，看得到吗？有啊，你看，我是看不到了。哦，有型，这边有型，有型哦，真的吗？很型出来哦。其实我觉得女生要美臀真的还蛮难的耶，因为真的要一直练，对对。平常都是怎么练的？平常哦，就是那个抬脚啊，像那种睡觉前就会在这种床上或者桌子，你就可以这样一直这样练。啊，你真的有练吗？没有，因为有时候回家都是被人家抬回去的。对呀，怎么睡觉啊？影评有练吗？我平常的话，我是会利用快走的方式训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快走的时候，你的大腿就是竞走吗？就是通常没有，是大步的走，因为我平时我拼一拳，那我就这样，我会这样走很快，这样走很快耶，然后会训练到这边的大腿跟臀部的肉会比较紧实一点，然后回家以后还会这样，就是每天这样做抬脚的动作。哇，他应该是真的有做，真的有做，对，因为那个美真的很美。好吧，我们提供一些小方法给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们，自己在家也可以练一练哦。今天呢有四个模特。他们呢会出来秀他们的美臀，但是请注意看，里面有一个是男生的臀部，应该是蛮明显的吧？应该很好猜吧？是吗？我跟你讲，制作单位我们上次有路过，他们都setting 的很好。哎呦，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一位美臀 model 请就位。哦。算是美臀，美臀啊！觉得它的优点是在于肚子很平，然后那个屁股的下面赘肉没有。肚子很平会不会因为他不常去夜店喝酒？有可能有去吧。这是第一位啦，哈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庐山真面目，导播有请。好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觉得他的脸配不上这个臀吗？不是，因为很怪，而且脸皮肤也怪怪的，他感觉就是比较黑，然后。哦，你说这边比较黑，那他的这个脚比较白。对啊，应该不是吧？没关系，我们要请问一下，我们第一位 model 报上您的大名还有三围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 Lisa。嗯哼。Lisa。嗯哼。Lisa 哦，三围呢？34D 25 3525 35
25、35，很标准哎，算标准。是的，平常都是怎么样保养您的美臀的？就也会快步走，然后家里房间有放滑步机，然后每天大概再滑个半个小时。滑步机，滑步机什么？就滑步机就是你在上面，然后它会一直这样。对，就健身房都会有的那个。哦，哎，那他还下了重本，你有没有？为了维持自己的身材，对，好不好？现在的工作是。学生而已哦，学生哦，我们要请他做一些动作。好哦，可以原地快步走吗？因为他原地快步走会有上下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那万一跟这边搭配不起来的话，那可能他们就不是同一个人。好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的，原地踏步开始。感觉好不协调哦，动作不一样，不一样哎，是吗？速度加快3倍，开始。哎，你看是不一样哎，而且他的表情很僵哎，觉得有什么问题？我觉得他的表情有点僵，我觉得应该会不会是刚打肉毒感觉？我怕我觉得他是担心，就是你看一定是不一样，怕穿帮，怕穿帮，所以他然后又配合不好。有没有男朋友或者谁就是说过你的臀怎么样这样子？请回答。有男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臀很翘哦，然后有没有说抓起来很舒服？抓起来就觉得是否的问题，就觉得就可能高高瘦瘦怎么还有屁股，就觉得很稀奇哦。一般高高瘦瘦的人会比较没有，很少人会有屁股。其实其实有的还分什么圆身扁身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不对？对，我想请他稍微的左右扭动一下。嗯哼，因为照理说，其实女生应该会比男生还更会，就是有妩媚的感觉哦。而且你看左右扭动，对不对？对。万一他左边他是扭右边，对，马上就可以看出破绽，就可以知道到底这个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后面这位自己两个人协调好了，好，预备开始。好不行。扭的比较好，上半身完全僵硬，整个是很肢体这样在扭。OK， 反正我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好不好？没有掐三，没有没有，这只是第一位啦，第一位，好不好？好。一号翘臀美女 Lisa， 1.1上下半身的肢体不协调，1.2修长的身形却有肉感的翘臀，她真的是位翘臀美女吗？第二位美臀 model 有请。脊椎那边的那个背，就是这边的臀部的形状超美的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，你这样看。那要请他背对我们看一下他的脊椎吗？好。哇，而且他屁股好小哦。塞，可是他那边就是比较没有腰窝的感觉哈。没有腰窝，对不对？没有腰窝，没有。嗯哼。哇哦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好不好？哎，麻烦自我介绍一下，身高体重三围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妹。妹妹，身高体重三围有请。身高161，体重46。161、46，蛮标准的哈。三围32C、24、35。24、35，身材好，而且他这个腰也很瘦哎。那我们要请他来做一下啦。情境的大考验，逛街逛到一半突然尿急 ，Action！ 逛街逛得很开心，逛到一半突然尿急，他的表情都没变呢，怎么尿急还在笑？对啊，可能是快乐的尿急。他的表情好开心哦。把忧郁症的评量表拿来给他填。他就只会傻笑哈。对呀。
而且他连尿急的表情也是傻笑的表情。两位有看出什么样的破绽吗？我觉得他身体不开心，他脸开心。身体不开心，脸开心，身体就是其实就蛮死死的。那但是他的表情跟上半身都很活泼。可是我刚刚有注意到，我觉得他的上下，上面一直在动，下面就没有在动。我跟你讲。老方法，但是很好用，原地踏步啊，好，原地踏步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有啊有啊，这一样啊，一样，这样就看起来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他的笑容让我觉得很诡异，对，感觉肢体相当的不协调。露出心虚的笑，他好像在拍写真集，你看这表情。二号翘臀美女妹妹，1.1没有腰窝，1.2肢体不协调以及诡异的笑容，他是不是冒牌货嘞？我们要来看第三一位，第三位 model 请就位。哇，这个是标准男生会很爱的。哇塞，哎，可是你看他的侧边，啊，这个侧边。真的太性感了吧！想不想看他的庐山真？要要要！搞不麻烦。哇！哎呦！非常性感的一位，男生一定会超爱。你看这个脸，再配上那一个裤子 ，Oh my god！ 对呀，整个就是辣妹耶，辣妹呀！是，这个在那个夜店的中奖率相当的高，100%，是是是，我很常去夜店玩耍吗？嗯，常常啊，有时间就去。那你的中奖率有多高？还好啦，还好。我可能谦虚了啦，客气了啦。对呀、啊。那我们要请您介绍一下身高、体重还有三围的部分，谢谢。176、53、32D、243、4。23、24、34相当匀称呢。真的。而且他说他有176。哇哇，有这么高吗？嗯哼，有这么高吗？影评，你可不可以站在那个？影评你多高？我178。178 ，Oh my god！ 178也。哎，178，你来三位这边站一下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腰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站一下就知道啦。178，我的腰在这里。哎，差5公分呢，你们是不是？怎么会这样？对啊。嗯哼。差很多呢，在这里。啊？哎，对啊，怎么会差这么多？对啊，因为你穿高跟鞋啦。那我这样子有吗？哦，对对，你可以看他没有穿鞋子。哦，我蹲了，我蹲了。嗯哼，有。这样子很辣哎，我在他旁边，我觉得好害羞。好的，那我们要请他来做一些动作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情境大考验，过年四处拜访要红包，竟然只收到100元，大怒。好烂的剧。马奎尔太心急，摄影棚内扑街啦！太代表试试看，真的吗？我可以看一下，22是国小哎，国小生才是真的。马奎尔，你的是多少？你的是多少？我的是二十。